今天来逛 Home Depot，又要到 Halloween 了。看一下，各种南瓜。哇哦，这个很漂亮，小南瓜。Halloween 的装饰，草豆，各种装饰，哇哦。10月31号才是万圣节，现在才9月中旬。各个商店里已经摆满了万圣节的装饰，看着万圣节这些丑陋恐怖的鬼鬼怪怪们，说实话我还是真的无法融入这种气氛里。进入张牙舞爪阴森恐怖的鬼怪世界之后，进入另外一个世界，又来他的 garden 咯。我好像从地狱走向了天堂，这才是我最喜欢的美丽世界，花的海洋。这些漂亮的五彩辣椒很可爱哦，放在家里怎么舍得吃呢？看到一个漂亮的洋娃娃，来欣赏这些美丽的花朵，多可爱呀。这才是花的海洋，人间天堂。看到满园的秋色，感觉时间过得真快，仿佛才是去年的秋天才看过这些菊花，今年又铺天盖地一片灿烂。这些是角堇，非常容易种植，花期也很长，也是爆花机器，但是现在的状态已经不佳了。这些状态好的明显就要贵一倍以上。放远过去，菊花还是菊花，各种各样的菊花，开放的、没开的，这些全部都是花骨朵的，各种各样的颜色。看看现在的花，秋天主打菊花，各种菊。这是金光菊，8.98块。这些是白色的，这边更多。主打各种菊花，现在这个是应该是什么？看一下是什么花，它都没写名字，只是写了多年生的植物。这里还有飘香藤，这是扶桑花，各种颜色的繁根，很漂亮。9.88一瓶。这些黄色的小花是四叶金鸡菊，非常漂亮，19.98块一盆。这些白色花瓣、黄色花蕊的菊花叫冰菊，非常漂亮。这些是松果菊，它的花心就像一个个的松果。这些圆锥绣球，花朵明显被太阳晒得太厉害了，花瓣都晒焦了。这些小叶杜鹃正在减价，差不多减了半价。哦，所有叶季半价。现在所有的叶季都在减价，全部减半价，但是品种不多，而且状态也不佳。这里有刚刚开放的圆锥绣球，看看这个品种是什么，34.98块。小辣妹，这是小盆的，3.33块。这么漂亮，这些是外面的，哇，太漂亮。这个颜色也很好看，这个紫色的，菊花的品种非常多，花色也比较丰富，而且绝大部分的品种都比较耐寒。买一盆种到地里，到冬天枯萎了，到第二年的春天，
它会抽出新的枝条，肥水跟上，到秋天它一样会开爆花。